抵达卤水市，我们准备住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这边相当热，洗干净了，出来逛一下。啥叫我们洗干净了？就是洗干净了。你没洗是吧？没有。洗干净了这句话好怪呀。怎么哭得如此狼狈？大城市啊，好久没逛过这种大城市了，太繁华了，感觉。开心。赶紧给我拿小点儿。哈哈哈哈！威猛先生。哈哈哈哈！199。土豪啊！有钱真好。土豪。你好，交朋友吗？八多钱一箱？哎，看你妈卖我一箱。五八多钱一箱？啊？五八多钱一箱？五八怎么一箱？咱们坐这里吧。我不上。卤水。卤水市，第一次听说这个城市。卤水是市吗？对啊。哦。哦。你第一次听说吗？那是卤水。是啊。来，吹了，吹了，吹了。7秒，七秒。吃凉的了。七秒。六秒。只要你来装，还有六秒。好，六秒。嗯，可以八算了，还是八分钟吧。第一次找到那个干干干净的，他是旅游的，他不是，他是工作出去的。卤水市看起来像和重庆非常非常像，像极了重庆的七八十年代那种感觉。都是山城，然后建设的非常非常立体。柱子上的这种就是火龙果。这人奇怪，我这人想往这干啥？火龙果。我说你没听过他们给我介绍说 这火龙果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？白色的呀，外表是红的呀。这是火龙果啊。对啊。对啊，这就火龙果。你要不要过去合个影？我以为是仙人掌。这个好大一片。我跟你说，你敢在这儿犯点啥事，他们直接往你给你绑到这上面。这不是仙人掌吗？火龙果。啥都没见过，核桃也没见过，火龙果也没见过。这个可以吃，这个2块钱一斤，这两块一斤，一斤不是一个。您吃不完的话，就是要这样的，这样的方案的。我们就是买了，现在马上要吃。卖价多少？2块呀。你称上就是2块钱。呀，我就这个要不要了？我自己找吧。可以，你还可以动，很动呀！这个要不要了？没看吗？要吗？就这几个，我是动呀，是呀呀，你弄它。要了没有？可以。三个，11块就拿10块就行了。再装一个20元。40块买了这么多，可以，便宜啊，太便宜了，买的这还是不错的，换一下，这个季节的水果可以吃水果，这大嘴先饿了吧，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水果，多得很，我要通通吃个遍。蜂蜜咖啡啊，他自己养的蜂，我们这里的龙眼花、荔枝花，一杯多少钱？他卖壶色，30块一壶，一杯子10块，那是可以啊。走去弄一壶，坐在那吃水果喝喝的。走，那边有桌子吧。走啊，叫甜椒，甜椒啊，野那边有啊，野生的呀，野生的，不是野生的，是准备改良过的。哎，原来是野生的，三胞胎，人种的，三胞胎长到一块了，鸡爪椒，这是香料和甜椒。哎，太酸了吧！现摘现吃啊，甜吗？可以，就是核有点大。这核本来就大。这龙眼树好小啊！
这是小树吗？还没长大吗？但是很甜。这个是什么咖啡？这是阿拉比卡，橘皮卡。这里本地的？对，我们本地的。这个树龄也是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。拿到这个，你们都可以。方糖、蜂蜜都可以放。真的也可以。那个少放点，黄豆奶味重得很。嗯一样挺小心的，爽不爽？蜂蜜，我还没试。太大了，应该装小明那天买了几个苹果，一把。我这刚刚好。老铁，太甜了，好吃吧？我操，这个刀口快！哎呦！想想大北线，啥时候见过这东西？老师傅，一个嘛已经，一个，我们这今天是在重庆差不多十几块钱一斤吧。八个全部20块钱，在这边有1.2块的，有1.5块的。我们是重庆，好像是10个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傣族的一个村庄，这个就是亚洲最大的榕树了。这有多少年了？这个成年树了，你这样说来啊？你是没听懂？没听懂？我们老远记得啊，我们老远记得这成年树了啊。我们早记得了，我们记不得啊，我们对。老人东西，你们从小就在这生活的啊？是吧？就是我们宅子啊。啊。包这个小的可以。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分支。哎，这里为什么挂了羊头啊？吃那个那种木质房子很厉害的，这是害虫。几岁了？1岁半。你们这边小孩都是这样背的？这是什么？香姜啊。从小的。我们是一般来都怎么做？钢筋。不吃个傣家饭吗？10块钱。高黎贡山上面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到处都是树木啊什么的，应该是下雨冲下来的。大风吹的，昨天晚上吹的吗？我昨天晚上下雨，大风吹的，吹倒。昨天晚上下大雨了吗？但是你看这个树是截断的呀。它连根拔起来，他们在处理嘛，肯定要弄断。要不要采访一下？问了呀，刚才问了，他们说昨天晚上下大雨，你看嘛，这肯定都是折断的嘛，连根啊什么的都倒了。